这球打到左半边，李宗贤拦截住了这个弹跳球，传往一垒，完成了刺杀 ，nice play。整个弹跳的掌握非常优秀。这个弹跳蛮近身的，其实不太好处理哦。对，是比较靠近身体的一个大弹跳哦。李宗贤今年也有谈到说，他固定在三垒出赛，不只是帮助他的手背，其实打击上他也变得比较稳定哦。没错，毕竟就是一个老本行了，从高中开始就是一个三垒手了。对。